我确实还挺喜欢你的。那你做的这些事儿，这就是我的命吧？我认了。陈阳，直截了当解决问题，1亿现金，你现在直接拿走。那这不是钱的问题啊，那就是命的事儿。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，就是挖角寻尸。你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一次扫黑除恶的决心。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，林汉的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，而是存在着一个具有黑恶势力特征、组织构架严密、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。督导组接到了举报，在本市伊河村安福桥下埋有一具尸体，怀疑是14年前市建委质检员来自立。到底想要什么？李晨阳带人来赌场闹，这都是被计划好的。他是被人杀害的，那谁杀了他？凶手是谁？凶手被迫的人是谁？高明远还真让你来杀我？有谁不怕死？你不怕吗？这什么？这他妈都是什么？李晨阳，你他妈给我看看证据吗？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。这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说的话？是我说的话。他不是我说的意思，他们黑我，恶意点击的。想过自己的安危吗？你说了那些话之后，你知道对你有什么影响吗？我无所谓。你冷静一点，李盛阳，你先撤走。这绝不可能，这里我来接受。你给我先撤走。你懂吗，何勇？只要能挖出来，我知道。给我点时间，就算死我也不在乎。程阳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你听我的。跟你俩没关系，你俩赶紧滚。腐蚀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。老百姓常说，人在做天在看。天是什么？当年高贺放出来这事儿，要是全被翻出来，不管是我、法院、监狱局的我的那帮兄弟，他一个个都得完蛋。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。变天了。来烤烤火，你还是到我那儿先喝杯热茶吧。派出所长这个职。走一趟，我走不了，你也走不了。你们还少我的律师谈吗？我无可奉告。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，还是应该叫你高贺？对啊，我已经被枪毙了。前排车辆上了警门路，前排车拦截。李昂，别过来！之前在龙尾山发现血霉遗体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？杀死我爸妈的凶手，现在找到你。这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，从地下钱庄汇到你开麦和北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。多说一句。这些资料呢，已经上传到云端了，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，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。我们把你带走了之后，在你开的那辆车底下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，谁让你开的这辆车？我们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，请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交代不交代，我们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，等待你的将是法律正义的审判。再过几个小时，你就要被执行死刑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国家对死刑的判决
一直非常谨慎，只有罪大恶极才判死刑，而你孙兴就是罪大恶极。